大家好，我是中耳大叔262。上次统治技术呢，请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战时大家都信守执行的信条，到了二战时就变成了一张废纸？当然，你可以将这归咎于元首本人的阴险狡诈、背信弃义。而一战时各国还是非常有骑士风度的，但这种解释显然还不够底层逻辑。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道德差距？今天我就给大家分析分析。1962年，美国作家菲利普·迪克写了一部小说，叫《高堡奇人》，书中架空了一段纳粹德国赢得二战的历史。前几年，这部小说还被拍成了美剧，剧中展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战后世界，它科技发达，井然有序。尽管主角视角的少数人还反心不死，坚持抵抗，但大多数普通人早已接受现实，价值观也已倒戈。如果世界真朝这个时间线发展，再过一代人，纳粹犯下的罪恶谁还知道？元首当年撕毁那张废纸的背信弃义谁还会在乎？再回到一战之前的欧洲，大家虽然没有最高总裁者，但还是讲江湖规矩的，因为倘若你坏了规矩，就会在大家眼中失掉信誉，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当然，这个担心有个前提，就是江湖还存在。也就是说，一战之前，欧洲各国再敌对、再剑拔弩张，也没想过一统天下、消灭所有其他国家的终极战争，他们需要在江湖上进行重复博弈，所以要讲道德、守规矩。在没有最高总裁者或者最高总裁者存在感不足的情况下，讲道德、守规矩的基础就是重复博弈。比如说你家楼下的小卖部，老板一般是不会坑你的，因为如果他坑了你，你以后就不在他那儿买东西了。相反，对你客气照顾，则可以买卖常来。如果你去外地旅游就不一样了，只要有关部门监管不严，小商小贩能宰游客一刀是一刀，因为卖了这单，大家就老死不相往来了，横宰一刀才能在单次博弈中利益最大化。分析到这里，元首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很好理解了。打赢了苏联，欧亚大陆上将再无敌手，江湖将无法对帝国形成实质性的制约了，那还讲什么道义？在绝对力量面前，我即真理。讲到这里，大家又会嗅到一股唯力量论的王八之气。鼓吹唯力量论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有超人那样的开挂力量，整个地球人类都会臣服于你，但事实上你是一个战五渣。元首也一样，即使他统一了全球，也只不过是将各个人类组织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一个大组织内部的矛盾。为了巩固统治，之前我们讲的什么分化权术都会出来，整个组织将变得越来越低效臃肿，陷入无尽的内耗。现实世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引入市场经济，总裁者制定规则，竞赛者在规矩下自由竞争。事实证明，这个确实比总裁者控制一切的方法更高效、更有活力。所以从长远来讲，重复博弈、讲道德才是王道啊。既然讲道德，我们不妨来看看道德力量的顶峰，那就是自我牺牲。活下去是生物体的本能，人也一样，但为什么古今中外还有那么多自我牺牲成就大业的英雄故事呢？看看蜜蜂、蚂蚁这类群体协作昆虫，就不难理解这种现象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整个族群才能更有竞争力，基因才更容易传承下去。蜜蜂、蚂蚁靠这种基因筛选进化出具有高度合作本能的组织个体，而人类则靠后天的精神陶冶和道德熏陶来让个体变得大公无私。试想，当两个人类部落发生冲突，那些由共同进退、舍生忘死勇士组成的部落肯定能轻松击败那些由贪生怕死、唯图己利的懦夫组成的部落。所以对勇士的崇拜和敬畏几乎是各地人类原始部落的通识文化。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没有勇敢尚武、自我牺牲精神的部落早就在残酷的史前竞争中被淘汰了。即使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勇武和牺牲依然是社会道德准则中不可忽视的旋律。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赤裸裸的野蛮斗争逐渐离我们远去，精致的利己主义、
无可避免地成为更多人生活的实际指导准则。不过数万年的进化让我们的基因深处还潜藏着大无畏之魂。比如我在看《指环王三》时，当我们看到国王气势如虹的阵前演说，全军将士万众一心的宣誓喊杀，冲锋的号角引领着万马奔腾的脚步时，我就会有一种想骑上战马随国王一起浴血冲锋的强烈冲动。尽管我知道这只是个虚构的世界，虚构的故事，但这一瞬间迸发出的勇敢的心，就是我基因深处潜藏的本能。有句俗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恰当地反映出了自私本能对个体生存的重要性。事实上，自私和为公在每个人心中的并存与交织，是贯穿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的。古代战士为赢得荣耀而战，以怯懦退缩为耻，这不光是个人自我感性上的，理性上赢得了荣耀就能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获得更多的资源，怯懦则让自己失去地位，是有实实在在的利弊权衡的。群体的感性道德标准给了个体理性的行为导向，这样个体就能以身犯险，为整个群体谋取更大的生存优势，一个正反馈循环便形成。以上仅仅是以军事战斗这个最激烈领域的道德规范的工具性作用举个例子。同理，更广泛的人类道德也有它形成的实用性，比如大陆的农耕文明讲究家国认同，长幼尊卑，这样便于形成较大规模稳定的共同体。海洋的商业文明则讲究诚信互惠，通行法规，这样更有利于贸易互通，减少了交流成本。近现代以来，这两种文明的交流摩擦融合一直在进行，两种道德标准的相互冲击、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也一直没有停歇。你看看这不，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国现在倡导贸易自由了，传统的商业文明美国现在开始修墙搞保护主义了。好，了解了道德对群体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之后，那我们就要问了，是不是人人都遵守道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还以英勇作战为例，虽然英雄和牺牲一直被大家歌颂，贪生怕死、怯懦退缩，甚至战地装死，战争史上也从来没少过。苟活下来的不是每个人都受到了惩罚，赚了条命的那也绝对不在少数。落实到社会道德规范上未得赚利的那就更多了。道德的底线一般是法律，贴着道德的底线，不受法律的惩罚，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理想法治社会的理性正反馈机制所倡导的，因为这样也能使群体的利益最大化。当然能实现的前提是复杂精妙且繁琐细碎的法律法规，大陆法系顶层设计的法律条款 bug 修正就难免滞后，英美一般法则依靠之前判例的传统来令法律与时俱进，自我进化。但不管哪种法律体系都不可能百分百完美，利用漏洞甚至不惜越界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完美贴合底线运作的人几乎不存在，他们要么被贪望冲昏头脑疯狂越界，要么遵纪守法待在自己的道德舒适区远离底线。毕竟人是感性动物，当然了，话虽这么说，但比较理性的人往往就比只凭道德感性行事的人更占便宜。比如说骗子，俗话说兵不厌诈，战场上对敌人欺骗就是一种攻击手段，而在社会生活中，欺骗当然就要像暴力一样被禁止。但事实上，欺骗远比暴力常见，因为对欺骗者而言，得在重复博弈条件下才能受到惩处。但在现代化的陌生人社会里，单次博弈的情况也大量存在，对比较理性的人来说，这就有利可图啊。而对只凭道德感性行事的人来说，那就容易吃亏了。这就是俗话说的人善被人欺。当然严重的犯罪诈骗风险很高，但轻一些擦边球的欺骗那可多了去了。之前我在动态中转发了一张长图，内容是讽刺现代互联网公司的吹牛浮夸之风，大家看完以后热烈响应，纷纷表示感同身受。
说明这种事在现在是非常普遍的。这是人性的沦丧还是道德的崩坏？只能说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试想100个人看到他虚假宣传的航空母舰，60人一笑了之，30人讽刺骂娘，9个人将信将疑，万一有1个人信了呢？那他不就赚了吗？当然这种行为会将行业的整体信誉度拉低，形成负反馈循环，最后大家一起遭受损失。但个体眼前的利益是实际的，个体短期的理性行为往往就会成为群体长期的非理性行为。这时候大家肯定都会想，如果人人都能只凭自己的道德感性行事，结果肯定会更好。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人类群体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进化出各种道德准则，来引导个体行为为群体的共同利益服务。一方面，这种道德感直接作用于人的感性本能；另一方面，道德的社会影响间接作用于人的理性地体思考。在这两种共同作用的交织下，塑造出了人类社会共同体。人类的这种道德约束相比蚂蚁蜜蜂的本能约束更加不稳定，可谓漏洞多多，但另一方面它也能更快速变化，更快适应环境。我们这代人适应现代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老一辈适应传统熟人社会的道德标准已经有较大差异了。这种转变仅仅需要一代人。想想蜜蜂蚂蚁吧，他们靠基因进化出现在这种本能协作需要多少代？少说千百万年了。回到我们开始举的那个国际间博弈的例子，每个国家是由群体人类组成的大个体，从某种层面上讲，它是个更理性的个体，因为群策群力，深思熟虑时间也更长，所以从他们的守信失信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理想的理性人的模型，在道德框架下的博弈过程。当然了，群体也有它不理性的一面，在国家层面，激进极端的主张会在民众的群体效应下发酵放大，产生正反馈循环，就如将麦克风靠近扩音器一样。同样，商业公司的短期业绩压力也会使追逐有形利益目标的动力在团队中发酵放大，产生正反馈循环，最终让贪婪从每个毛孔中渗出。如你前面所见的，将小破船吹成航母，以及我们常见的那种垃圾营销号为吸引眼球没有底线的调性，考虑到群体逐利正反馈效应的加持，这些现象就都不足为怪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还是偏爱喜欢个人 UP 主，乌合之众撑不起我啊。关于这些话题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展开，不过由于篇幅关系，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还请别忘了点赞和收藏。我是262，更多的蛋，我们下期再扯吧。